是我是 Suki 舒婷。那么现在我就在巴生区，来到巴生想到什么？就是想到肉骨茶，还有古早味的 Coffee 店。最重要的是附近的沙拉有一个最大的 shopping center ICT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不是带你吃美食，今天我要介绍你们一个超棒的楼盘，特别的了不起，因为它是拥有 residential title 和永久地契。现在要找永久地契啊，直接是难难难，哎，这样子也给我找到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我们直接进去看一下它有什么那么了不起吧。别的卖点呢，就是它是全巴生唯一一家拥有空中 semi-v 和 bungalow 的 concept， 让你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而且隔音效果也特别好哦。那这里呢是拥有三重保安、大门区、停车区和电梯区，让你住得安心。人口密度每一层只有7个 unit， 加起来才230个单位哦。而且这里采用的是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有自然的阳光，打开了之后呢，还能够让空气流通。就有 LRT station， 如果你是驾车呢，一住就是 highway， 5分钟就到 Kasas highway，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 West Coast expressway 可以直达太平，1个小时多就可以到怡保哎，这样子你每一天下去怡保吃拿出来盖或者喝杯法国啤都不是问题啦。到底是多少钱呢？只需要436000起，现在还有免律师费、cashback 再送你2个并排的车位，你还等什么呢？